建国科技大学的董事长吴仁清创办建国科大已经50年了，他培养出来学生是满天下，为着表扬他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和用心，日本知名的这创价大学特别颁发名誉博士的学位给这个吴董事长，为他的教育历史留下见证。专校一级主管加董事长欢喜加奖牌奖状合影，因为建国科技大学董事长吴仁清得到日本创价大学所颁发的名誉博士，专校师生嘛拢倍感光荣。那董事长这一次获得日本创价协会的颁授的名誉博士协位，事实上是名至实归。董事长在整个教育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真的理念跟策略到时候形成相同。而且是切实的来实践，所以特别颁发这个荣誉博士协位，所以这个对我们学校的整个声望、整个国际化，事实上有相当大的帮助。世界知名的日本创价大学为了表扬吴董事长50年来对教育事业的积极投入和杰出的办学成果，特别颁发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也期待建国科大会当再创奇迹大学的新高峰。我就不管我现在几岁了啦，教育毕竟是好事啦，把人家祖孙照顾好，肉身照顾好，何乐不为呢？啊，所以我不离不搞，我倒是归回来了，但是前面被我看准了，我会继续努力，乐观奋斗。大中央新闻台副林吴秀文，彰化采访报道。